Thank you.
give it to him. Did you see that lightning in the sky?下一个20周年，下次我们跑个100周年见啊！跑个20年，
的时候把门店关了，实际上很难做。对。但是我做滑板的时候发现滑板还能够做，所以说我那我就把重心放在滑板上面。那么那个时候自那个以后，什么小黑啊那些滑手慢慢。那小黑小嘛，他那刚开始。他那是也是12年左右嘛，对不对？不多。我还有点精力去做滑板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反而是我的 team 的反而是越来越。培养起来了，对，越来越成长的一种阶段。如果是我真的是做零售、做开专卖店的那个阶段，说我自己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时间。徐虎那个时候形容我，就一天到晚看到我满面的愁云，就看到什么时候都是很简单的、很粗暴的一句话就把它解决了，要发短信。但是我觉得这是再也不都说一句话。哎，也不是我做了什么，其实滑板也拯救了我呀。